汪小菲和 S 家的战火越烧越烈，没想到现在连绯闻女友张莹都打算参与咖。一名经常在微博爆料汪小菲的网友贴出张莹疑似在朋友圈炮轰大 S 一家人，恶心至极、贪得无厌的截图，贴文马上被网友疯传批评张莹朋友已经不多，还不多注意一点。他们的妈啊！那叫格局，那叫一个挺，老妈力挺，1亿个赞！来，给汪小菲赞一下。事情延烧多日，小飞娘张兰不但大赞力挺儿子，23日晚上还替他发了一篇超长的10点声明。张兰以汪小菲的口吻在声明提到，声明最后，张兰再批大 S 在这段婚姻中没有把汪小菲放在心上，还说大 S 打来是误会，却又称呼他一声妈，他实在担待不起。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那就我儿子。而原定在23号晚间要参加直播活动的汪小菲也临时喊咖。跟大家解释一下先，就是因为小菲老师这边情绪可能现在心情不是特别好，然后今天也没有办法出席我们的直播间了。风吹来的沙，明明在哭泣，难道是为了离别而哭泣？